恩典三六五，我们天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段时间和大家分享到耶稣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他不只是神来做人，道成肉身，而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回头来看这一段历程，从礼拜天耶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，到了礼拜四晚上他吃最后的晚餐，设立圣餐，然后到客西马尼园祷告，在那里被捕，然后连夜受审，礼拜五的早上9点钟的时候，四出，圣经上讲说四出就是上午9点的时候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经过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，就是申出的时候断气。这一位荣耀的主为你我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圣经里面一段很特别的记载，就是耶稣安葬。耶稣的安葬很特别，照说像他这样一个被当时罗马人认定是一个囚犯的人，他就是随便一葬，但是不，照着圣经所预言的，耶稣的安葬是一个极特别的一个恩典。神预备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他叫做约瑟，当然不是耶稣地上父亲的那个约瑟，而圣经上讲说他是一个义士，也就是在公会里他是一个成员。照今天的话来讲，我们最容易懂的就是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，然后又说他是个财主，换句话说他有钱有地位，因此他去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，因为他的地位，因为他在社会上的那个位分，所以比拉多就说，哦，好，我就给你。
然后他为耶稣预备了一个他本来是自己要用的一个新坟，是没有别人用过的，然后用细麻布裹耶稣，安葬耶稣。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自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他说约瑟这个人他是个门徒，但是因为惧怕其他的犹太人，就暗暗的偷偷的做门徒。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他却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，可能是跟大部分，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说把他钉死啊，钉死，钉死耶稣的，可是他去做一件事情和别人大部分人所认定的不一样的一件事，他为耶稣预备一个新坟，他把耶稣安葬在那里，他有一个勇敢的心。谢谢主，在这整件事上你看到神有他的安排和预备。如果这个人没有钱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想做，也没有，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坟地了，他怎么能够为耶稣预备呢？如果他没有那个社会地位，大概他讲话也没有那个分量，比拉多也不会答应把耶稣的身体交给他。这些是神预备的，让他有一个先天的条件，那些条件是可以被神用的。但是却有另外一个部分，是这一个约瑟他必须自己所承担的一个代价，就是他的勇敢。他的勇敢，他不是没有害怕哦。如果他从头就是一个很莽撞，什么都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他就不必暗暗的做门徒。换句话说，他其实是曾经有过惧怕的。然而在那个时刻，当神要预备他出来被神所用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勇敢的心，说我愿意。我相信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预备，我们走过的很多的路是上帝预备的，有一些是顺境，也有一些可能是逆境。但是经过这些，不止我们个人蒙福，神也要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经历被他使用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但是关键是，当上帝今天要用我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很勇敢地跟神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被主使用。当你一愿意，神就用你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但愿当年那个约瑟的勇敢，今天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。心内无惊。